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次的话来试玩这款游戏《幕府战机》哦。你再进来看一下。お目覚めくだ。加入家族，每晚十点到每晚八点到十点会有晨战嘞。お願い。那日本战国武将是不是都变成妹子啦、啊？真的耶，都变妹子了。织田信秀，好看一下剧情。出征。ノブヒデ、もしかして殿のおっしゃるような力がある。这战斗还是挺可爱的啊。因为这款游戏没有相关的情报，所以这款是不是之前有出过呢？如果你有玩过，还是你有什么情报，也可以在留言区下方分享出来哦。我这边大概是找不到了，但是我又看他写战机 Basara， 是不是他之前的名字？四等开启了加倍。战斗部分视角只能移动，但是没办法放大。左上方有 VIP 耶。修名称。啊，松姑娘。SR 的。出征。好，一箭布阵，阿松也把他派出来了。看起来像捕尸啊。这阿松怎么变成兔女郎了？原来在通关七座城池就可以再获得一只角色。哦，加速了，满四等了，还可以自动战斗了。那么快就能解放双手了，对，它是一款极策略 SLG 啊，卡牌收集，还有战机养成，多种玩法。我们看一下织田信秀，升阶了。应该感觉是中国开发的游戏啊。神色。哦。加成清正。高级祈祷。还有 UR 战机耶。龙川一役。哦，还可以再抽两次。升级。激
与行者之路，这应该算是类似新手活动吧。厨子有什么？哦，月卡、周卡，有没有什么手厨啊？邮件空的，神社，信长野望，祈祷十次必得战机耶。不够，钱不够。啊，开启了演武了。竞技场。还可以跳过耶。其实他这样子节奏很快耶。那个。你看打竞技场，你也可以不用看结果，除非说你遇到难分难舍的战斗，你才可以去好好的研究如何去搭配。不然基本上你这直接跳过就行了。招募十次必得战机哦，来抽看看能不能抽到织田信长。我摇，我摇。饿啊饿啊，都是碎片。啊，这是保底的吧？北条刚成。是不是少抽来个织田信长会比较好开局啊？前景长镇，看经不足了，大概就是给你二十抽啊，八十召唤必出 UR 战机哦。八十抽，那我现在刚刚才二十抽而已。好吧，我们好好的抢。这个北条刚子好正哦！哇，那么多活动！好了，那经过确认，这一款似乎不是旧游戏啊，因为我有问过客服，那后续行销广告也会慢慢出来。我大概就试玩到这边了，整体还算是一款相当不错的游戏。好吧，喜欢的话可以下载体验看看哦。大家拜拜。